那今天李经理那么快就去啊？阿伯来上班了。冬雨哦，今仔日未来公司，因为下晡要去公证，所以我才想讲哦，要代替冬雨来向副总报告。副总，若是无什么其他的代志，我下晡敢唔当请假？今仔日是我好姊妹仔的好日子，我想要亲身去家恭喜的。副总。你是讲李冬雨要去公证，跟伊男朋友陈子维结婚？对啊，冬雨嘛是子维，不是像副总，你真的很爱开玩笑哎。副总，是讲我下晡到底是不是到请假？好，好啊。多谢副总。冬雨，下周要结婚都无顾一下，哪会安尼啦？上水的新娘，恭喜你！结婚了。少年啊，小姐，小姐啊，那你中午怎么人在底啊？哦，你跟伊请假？请假？代人是安怎？患病的？不是啦，伊去户政事务所结婚。下。就借问一下，你是？我因老爸啦。哇，这个是早归啊！结婚竟然无甲讲一声，岂有此理啊！何进事务所长。我知伊倒一区的啦。今日哦，就用这来代替婚戒。冬雨，你会当来到阮家哦，是天公伯的牵线，所以哦，你就是我另外一个查某囝。今日哦。我唔那是嫁查某囝，佮兼娶新妇，我是世上哦上幸福的妈妈兼大家。我希望你甲子维会当互相珍惜，相伴一世人。哎，多谢你。来，还佮子维。你今日娶某以后，都是大人啊，肩胛头一拎落会搁较重。哦，以后爱家己要照顾好，安尼才算是一个好阿姆婿。阿莫搁搞彩衣啊！阿某之间哦，上重要的是信任，因路才行会远，手也才开会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冬雨，袂让你另外一个查某囝受着委屈。我咪好好呼吸子维，我也当专心打拼。真好，真好。差不多啊，哎，给你点点哈，给你点点。
个小等一下。谈到你也没错，我跟我答应，没有跟领导啊。阿伯，你别后边来。李冬雨，你还记无？我无代志。爸，你敢是提早出来？哪会拢无讲啊？什么？这阿伯真正是李冬雨的爸爸？我有想要问你的，是安怎你要结婚拢唔讲啊？陈志伟啊，啊你要娶我你查某囝？咱明仔甲我回钱，暗加载，我提早驾驶。啊，若无我的宝贝查某囝，都请你怪去啊！爸，你哪有白讲啥？我拢几岁啊，啥会甲我怪去啊？是我家己要嫁好子伟，卖乱好无？弟啊，就是带因兜待了伤久啦，才会感觉讲因兜啥物拢好。你才会甲伊讲，无叫因怪去。我甲你讲啊，因这哦。都是上高级的 PUA， 你知影无？什么 ？PUA？PUA 就是洗脑的，就是像你这种的，给人阴脑扛登去厝，啊，表面上安尼笑笑假做菩萨，给伊一碗饭，一张眠床，安尼画面情哦，画到比天公还大吼。迄细汉的时阵哦，替领导做骨力，等伊大汉来当赚钱呀。恁就只爱一声啦，遐讨一点啦，互伊讲啊讲哦，都真拢把薪水底啊拢加互你，遐温情嘛报袂完啦。啊，最后呢，都嫁互你的后生啊，做恁厝哦，一世人免费劳工，啊兼生囡仔的工具啦。哇，康彪啊，你真敖算嘞吼！李先生，你是毋是啥物误会啊？我从来毋捌甲冬雨讨过一仙钱，嘛无得去管伊囡仔人的感情。我是把冬雨当作我另外一个查某囝的。阿威，唔免讲遮尼好听啦。你若把我把阮查某囝哦当作是新妇啊，啊，亲像阮冬雨生到遮尼啊水，人高乖巧，搁伫大公司上班哦，啊，要带伊转去的人哦，一定排到天边去啦。伊要哪有可能啊，嫁予恁家这个董主位啊？啊，这应该拢是冬雨的姊妹阿婆吼，啊，拄好。恁做只公亲公看卖咧，啊，亲像恁啦，生做这尔啊水，条件又够好，恁敢愿意嫁予亲像陈主义这款做和尚的？你讲啥话啊？紫薇工课进进动动，伊认真实在，哪有亲像你啊？啥物代志拢无爱做，干来遐跋筊，跋输啊，就去借高利贷。贷少了，搁还袂起，娶我予债主了，予厝头家管，害我连学校拢无法度去。除了这，你敢要予我什么啊？我直接讲阿爸的代志，我若袂注销阿爸的面子。我若是无讲，伊拢就是讲伊是对的。你认为碧玉阿姨收留我真简单是吗？伊一个查甫人，饲三个囡仔，伊早起到暗时一直咧做工课，就是讲。安尼，你这拢无辛苦是吗？我真无简单毕业，找着头路赚重钱，结果呢？你去教人做诈骗，你予人抓去关了，高利贷就找我讨笑。我大概一年的时间，我的钱就予高利贷摕到一仙拢无存。我虽然伫个大公司做经理。不过我咧饲我家己都有问题，我若毋是比外伊一个花啊，我早就死伫路边啊！是啦，我就是一个唔正款的老爸，做你细汉到即阵，都嘛互你过过一天好哩。甚至还阁去拖累着你，啊！不过我嘛是会想我的查某囝，我
我一出来就想要纪念你，结果收到着你要结婚的消息，我整个人都是像去龙宫卡尿同款。我想讲，我的查某囝要嫁人，免得可能无甲我讲一声。想不到这一切拢是真的，原来我的查某囝这么样怨恨我，恨到含冤的嫁人拢唔肯甲我讲。我这个老爸，从来真正是有够了然啦。迄第三出嫁，我不甲我讲啊。你已经外久无来看我，我是安怎甲你讲？讲到底啦，都是我这个老爸无路用，啊，我的查某囝怨恨我，也是应该啊。冬雨爸爸，是累啦。啊，今日子薇甲冬雨要结婚，无去甲你回，是我这个做妈妈的疏忽，我直接甲你回是累。要唔过今日哦，你会来找冬雨，我想哦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安排啦。想要牵生这两个囡仔，啊，才会遐尼对我好啊。所以你着做伙来参加伊结婚的登记，安尼好无？是啦，阿伯。有你做伙参加，因的婚姻会搁较圆满。啊，是啊是啊，做伙来了。锦辉，今晚我就要代替你亲身来见证紫薇的婚书，我相信你嘛是甲我同款欢喜，对不？动物嫁予你后生，阿伯，是安怎你无同意，予冬雨嫁予阮哥？既然你讲着天公伯，那呢，凡事是伊专工安排，我提早出嫁来做同阮查某囝结婚。动物啊，爸即马就传来去跋陪，那是外道，关心帝君、妈祖娘娘、观世音菩萨。拢顺咱三个心配，那恁爸才能放心，把你嫁出去。稍等一下，冬雨爸爸，啊，你今日要去把所有神明问一遍，啊，户政事务所唔着关门啊。啊，今日无办安怎？啊，无，恁是有定当分量，还是要请人食顿哈？是无啦。安尼就对啊嘛，那恁明仔载交你，甚至是后个月这个班，嘛都无差。冬雨，等等。你也嫌贵啊！一看你啦，你嘛真无够意思呢。咱两个是几落十年的交情，我听讲你今仔日出嫁，我专工去门口等，想讲带你来去食一碗猪脚面线，甲你过问一下，啊害我顶摆翅膀啊等无你。发哥啊，啊你既然叫我一声发哥啊，今仔日你要嫁查某囝，这么大好的日子，谁啊你无甲通知啊？敢会是你连一杯喜酒你都唔敢请我饮心啊？都，把人先出去！敢搞我坑？哼！那冬雨，他是什么人啊？